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尝试在弹和弦的时候松开我们的食指，比如说 C 和弦我们松开食指， A minor 和弦松开食指，简易的 F 和弦松开食指，然后是 G 啊，1645，我们试试看哈。比如说原来是这样的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啊。现在我们松开试试看啊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哎，这也是一种尝试，所以有时候你要尝试把复杂变简单，有时候呢尝试把简单变复杂，这就会变化出不同的味道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